们呢，祝福台湾全国的这个国中的考生哦，在5月15、16参加全国的教育会考哈、哦。我们在万豪国中哦，这个主任呢、啊，请学生做了这个状元帽，哎。主任，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一祝福的意思是什么？哎，状元当然就是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状元及第，考出好成绩、哦哦。而且这是由我们八年级的同学做的，哎、还不止哦、哎，学弟妹很用心。哎、你看这个，我精致的，万事如意，这一说呢？万华国中的学生考试都一定如意哇！然后另外对、嗯，然后这个就是学业玉手，学业玉手是什么意思？玉手就是可以带在身边，给他祝福啊。所以每个学生一个哦，一人一个，然后两种颜色，很漂亮哦。还有全国的考生，这个考试顺利，然后身体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对，然后每一班都有国中的这都能够考上。对对对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然后盖小、你看、这边还有，你看这手工做的、好彩头。我、这个好彩头，不是吗？虾卷呢？你在讲？好彩头，像虾卷吗？你跟我们说，萝卜嘛，好彩头，考试要拔得头筹，拔得头筹，独占鳌头，独占鳌头，哦，好彩头，这个都是谁做的？这个老师做的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学生做的，学弟妹，学弟妹，对，这个七年级，然后这个八年级、哦，然后这个是老师，哦、哎，那又有九年级的状元哦，状元学生，状元仔，阿公呢，小姐，给你，对啊，那个玉手太小不够，明天早上要去龙山寺拜拜啊，真的，好，万事如意。哦，台湾全国的这个国中的考生，哦，他万事如意。然后万华国中的考生啊，金榜题名。哇，你看小姐，金榜题名，这些那种，这些那种，这些那种。纸做的啊，印出来之后，你看。这么有创意。哎呀，五岁哦。哇，岁哦。这么用心哦。对哦。哇。明天带去拜拜。怎么办？啊你镜头全国的这个考生看一下，还有全国的家长看一下。哦，你看现在蒋湾仔哦。万华国中考试一定要如意。哦，真的这用心呢。阿姑多少？阿姑。哦，睡，这样够好。A 加加，你看。手板做这么多，哦，这老师手，五科都要考到 A 加加满积分啊！真的，哟，这是重要的。好，来，阿哥来，哦，阿哥五位，阿哥五位，这上身，这上身啊，这个金轻的呢。嘿啊，一定要金榜题名啊！金榜题名，哦，金榜题名，对，万华国中孩子们可以金榜题名，哦，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愿。万华国中洪志成洪校长哦，还有惠美主任，还有我们胡老主任，哦，胡老主任，哇，你这么专业耶！非常关心学生哦，啊，学生的学习跟生活都照顾得非常好，啊，万华国中超棒的哦。好，这两个的金榜题名，那我们祝福全国的考生金榜题名，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台湾全国考生金榜题名。